B B， 你在想什么？在想我妈咪啦。哎，你刚才不是问我今年要不要送一样的礼篮给我妈咪还有你妈妈吗？嗯。可是我想到哦，他们两个相差20岁了，风格将不同。我妈咪是老文青啊，可是你妈妈是爱妃一情哦。这样也是啦。这样 B B， 我们要想一下哦，到底要送什么东西给你妈咪要了？这个17种谷粮营养。好喝又有饱足感，而且还很健康哦。另外，燕窝 collagen 让你妈妈滋润养颜，内外青春好过年。哎，叫我妈妈什么给你妈妈哦？这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刚才那个谁啊？找我吗？其实你妈妈年纪大，吃不下很正常一下，送这个给她吧，能够改善食欲不振，丰富营养，帮她补补身。喝完这个的话，精神满满，精力棒棒。由你来送给未来家婆呢，她肯定很开心，觉得你很贴心哦。送礼要用心，选礼要贴心，长辈收到最开心。我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全体过来你。过年了，我好惊啊！宝贝，什么事？